前往新加坡做主持音乐会演出的中华七里管弦乐团，初五暗时伫新加坡金殿堂举行，配合五位优秀的新生代团员的小提琴、法国号甲长笛演奏，让现场的听众过一个难忘暗暝。中华七里管弦乐团优美的音乐声充满了新加坡金殿堂。这场受到新加坡当地重视的音乐盛会，包括台湾驻新加坡大使梁国新甲侨务委员等等贵宾拢到场参加，也吸引当地媒体报道，是一场非常成功的音乐外交。在迄天的音乐会中，除了让少年团员展现音乐技能以外，也希望让少年人知影爱甲付出。区市长也强调，为研究现实、接受音乐教育的儿童，在整体学习成绩以及创作能力等等方面，都会当做了更加好。这嘛是中华七里管弦乐团投入音乐教育的原因。这场双耀主神音乐会是中华七里管弦乐团特别自到海外举行的音乐盛会，延续乐团这几年来投入栽培青少年团员的演奏能力。乐团特别安排了五位乐团新秀在音乐会中，以专长的乐器甲乐团合作演奏。新中华新闻，白明林，中华采访报道。